是不是？而且你最喜欢装这个戴面具的，就是你。是嘉欣，有一种，你要表示。我一来，你是不是就在那边？第一棒，因为那个地方有点陡，我感觉星星他刹不住车，我要怕他刹不住，最后就撞下来了。主要是怕受伤。那我滑得快吗？厉害，太厉害了！真的，哎，你是一下子都滑，直接滑下来了。帽子，原来是因为台子的问题，不然呢？